像我也有一定的年纪了，所以我来的时候，相对我看到他，我应该是以看到阿公阿妈，我是觉得说我把他当作是爸爸跟妈妈。想说我年纪已经有一定年纪，我来这边能够还可以，就我学的这个东西能够来表演给他们看，看他们高兴，让他们欢喜，我也很高兴。当作家己时代的感觉。等候因些的师兄师姐拢整理了差不多以后啊，原本想讲一天的行程嘛要结束啊，想要到浩全所讲吼，今仔日的重头戏才打要开始而已啊，敢讲伊抑阁有别项工课爱做甚？第一登去宫里看伊吼，甲帝爷公的新准请上车，又阁炸着当机的五宝，嘿嘿，我看吼这一定是有真重要的仪式爱处理才是啊。我看这是人的人家，佮专工摆案，都是才有甚物代志嘛？哦，这哦，这就是算讲，阮来宫的来遮外班安尼。外班是什麼？外班就是讲，当算是信徒，他有疑问，或者是说他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然后去宫的拜拜、清洗的时阵，老拜，咱就会请爹公出来引导，特别为他们家，算讲家己处理代志安尼。哦哎呀，佫会出门哦！啊，会啊，底下讲会出门。所以，这嘛是甲咱伫讲的门书是同款意思吗？你话要讲安尼，一般外办是这样，就是说有些信徒他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不方便来讲诶，或者是他有他就是不方便去讲的理由，我们就会过来帮他们服务。啊，刚好今天这个阿姨是这样，这个信徒阿姨是她每一年的过年都会请底下公来她家顺顺看看咧。哦，啊，交代代志。进厝哦，啊，算讲甲孙孙讲制服啦，嘛另外会使讲进厝安尼，嘛有迄种拄买厝，嗯，哈，啊，算讲他算是买厝，啊，想要请爹讲替打厝梯，吼，打到较旺诶，啊，或者是讲困无好，啊，去宫诶问事，啊，算讲找不出原因，啊，咱就是算讲来厝诶看卖，都会侦查着。失眠嘛，会当来请外办哦。对。租厝要安怎？啊，租厝诶厝都毋是我诶。那个房子不是你的，但是我们。一租可能就租了很久，三四年也有可能。对，啊，你想要在那边住得更平安，也是可以请地下工去看看，是不是那个床的方向，还是什么，还是怎么样的情形下，啊，地下工就给你支持。我这花盆我的门口剪出来，应该就是这样，应该是这个壶啊，那是什么？葵壶啊，哦，是外面的，差不多。所以跟程序上的大事都赶快。嗯。拿不，拿起来，这个拿准是要过这个所谓的。刚刚。哦。我第一次听到呢。安尼真方便，阮等下阮嘛来捞一个资料咧。因为原本，阮原本的概念就是讲，哎，租厝，迄厝都唔是咱的。对。啊，请一寡，道长也是看风水来，感觉拢，对，这都唔是阮家啊。对。但是咱底下讲有安尼的服务。对，是讲就是帮你伺服一下，让你较好困。这很现代化呢。现代化。尤其现在大家人其实睡厝的出来吃头路的真侪。很多。对。啊，其实底下讲就是足慈悲的，啊，他就是一个很慈悲的一个。算讲长辈啦。虽然讲咱看过这么侪届在基层咧办代志啊，会去到人厝内底办吼，这个是头一届。尤其是一开始啊，我想讲来走到这深山拿来人家内底，啊，但是伊讲当时上帝讲要来，煞嘛唔知影。啊，其实尾啊，阮伫外口安尼开讲，等嘛要一点钟左右。啊，讲到尾啊，咱拢已经松懈去啊，就开始有淡薄忝啊，坐了要休。雄雄好像在画者。都尴尬，瞬间那个情绪的转变，大家现场人拢惊噶，因为已经累了。啊，但是咧，上帝讲一尴尬了，哇，竟然所有的物件爱准备的，竟然拢框起来啊！啊，开始就念伊冲入去人的诶心灵厅内底，现办代志。比较比较都市的所在，你可能刚睡出来吼，啊，你困了无够眠吼，还是讲你这个生活吼过了无好吼，啊，今日讲迄个所在是不是风水出什么问题？这个时阵拢需要啊，神明还是当机去甲你外办啦吼，啊，去甲恁迄个所在，甲恁迄间厝甲你看看的吼，啊，看你这个所在吼有好啊歹吼，啊，安怎改，安怎化解安尼吼，所以无同款的情形，伫个无同款的所在吼，台湾真济所在拢有无同。看的变化的，起来，竖起是好，再来，甲
全部处理身体，恢复，万万可以平安顺顺，其他不用提问，也够。结果这外班我两分讲前处尔，应该就是行行行行的，结果有完那是同款，开户啊，融资户还是啥物事，差不多。所以程程序上，敢是拢同款。嗯，跟我们昨天在前面看到。不过，最近不过有。你在厂啊？你在厂？有啦，有啦。姐姐，你来无？姐姐，哎，哥你豆豆行。无，伊去出，爱出。富王，大家，叫姐姐出来。好，来。来，工作，快去。好。先来，后去。即卖吼，咱拄只是在讲家的女主阿姨阿姨阿妈婆，阿请出来。那阵是咪过一个路的？刚刚。哦。所以唔拉进厝尔呢，怪出外口过一过路，也才过入去。而且。哦，气球当作顶椅坐落。你叫大哥用的气球。我都顶伊安尼坐因为我拄则看，除了讲咱就是静处以外，其实我讲请大哥出来。嘿，对，啊，大哥身体无好。身体无好。嘿，身体无好。对，我看你嘛，足烦恼，伊足担心伊安尼。哈哈，俺身体无好，大家拢会烦恼嘛，对不？啊，就算讲啊，伊本身身体无啥拄好啦，啊，我就想的啊。年画嘛，啊算讲足画，啊，我就想啊来请来请示咱的迄种二弟阿公吼，啊来咱家啊顺顺看看，啊搁哪款的啊保佑迄种我都先生吼，啊平平安安安尼啦。相信吼，真侪观众啊对基金外办一点啊拢无生分啦，一般了解的吼，拢是事故状况或者是较灵异的事件啦，拢予人一种吼恐怖甲吓惊的感觉。严格今仔日呢，跟着浩全几工哦，才发现，其实啊，有真侪无同款的面相呢，只是咱无了解，无去体会而已啊。就甲咱同款啊，对上帝爷公的印象呢，嘛对一开始的严格威武的长辈，转变做一款大心又搁温柔的爸爸。以科学的角度来讲啊，都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啦，好亲像是心理医生的感觉啊。因其实看你咧，不管讲日光的办事也好，还是今日在外办也好，其实当下都会忘记，你其实平常时就是一个27岁的年轻小伙子而已，也是跟我们一样有亲情、有爱情、有友情。对对对。你感觉过嘛？曾经有朋友讲，因为你这样的疏远你，或者是什么？疏远就是不会疏远，但是就是他们会觉得我拍到底。我的时间拢改袂拄好，比如讲人就讲，今下好全阮来去倒位佚佗，然后讲袂使呢，我迄天可能爱外班，可能爱安怎，他说哦，你就拍到顶，然后可能朋友约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就觉得啊，下次就干脆不要约你这样。那但就觉得说哦，朋友很少，就真的闲下来的时候，想要出去玩的时候却找不到朋友。曾经也是有朋友说啊，你卖港片啊嘞，要么就是对第一个就是他们。可能因为社会媒体的关系，所以有时候会说哦，神明就是基童，可能就是骗财骗色啊，报道我们这种基童的不好，然后让大家对基童的就是很反观这样。对对对。啊，同学，那拄到人安尼跟你讲，你就怎么办？怎么回应？就不要理他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做我自己的。那你信你就信，然后因为你心中没有神嘛，所以你当然就不会相信这套理论。所以像你说，像很多宗教都一样，你信上帝。那当然，他就认定祷告是有用。那我们只是选择烧香拜拜。那你相信你所说的，神明都听得到。那基本就是你对神了不了解，对这个文化了不了解。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元，富饶了宝岛的河山，也壮阔了台湾的疆域。多一份理解与包容，少一份冲突与猜忌。为信仰无私的付出，拉近了人与人，甚至是神与人的距离。
从同中求异转变成异中求同的观念，化干戈为玉帛。也因为这种神与人的互动，让我们的社会当中增加更多正向的力量。三顶海边嘛真多，兄弟啊，头家免歹势，咱的人客无分大细细。感谢天公伯来牵成众生的缘，咱会愈来愈好过。好料，你着尽量甲食。